你呢？熟了，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种人，他在人前是一副面孔，然后又是另外一副面孔。安总啊，这最近公司账上太紧了，我们降了降原本要更换的设备配置，这样能省一点是一点。不行，工具不顺手，降低质量又拖慢效率，你让阿鹏选，选好了刷我的信用卡。行，人前她是从头到脚写着不差钱的小富婆，可到了人后，她却是连五毛钱都要跟你争半小时的抠门鬼。我攒了这么久的矿泉水瓶子，你问都不问就直接给我扔了。哎，我眼了。我不管，他卖了还能换一包挂面钱的，赔钱。嗨，你别以为你戴上耳机你啥听不见，你这三八线我不敢跨是吗？把占便宜三个字写在了脸上，可我知道他费尽心思省下的每一笔钱最后都变成了公司账本上的每日开销。黑沙老师，请问一下，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啊？我自己做的，还在试听中。自己做的？是啊。可以授权给我们游戏吗？稍微便宜一丢丢的价格。免费？免单。熟了。不用那么见外吗？我的歌只在我的节目里放，你回吧。不是，价格好商量吗？如果可以，偶尔我也想帮助他完成这些小心思。上车。老蹭你车不太好吧？你蹭的少吗？不在乎多这一次吧？说的也有道理。你说你好歹也是个明星配音演员，怎么好话都不会好好说啊？我说的挺好的呀，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听我说话呢？嗯，也是没毛病。我上午再也不录音了，别给我安排。不行啊，我下周我的朋友都订好了。我虽然是扒皮了一些，但你能不能……起不来，送汤包也没用。是不是因为晚上的节目直播呀？要不你把直播调早一点吧，每天都这么晚，我还跟着你熬夜，你看我黑眼圈都掉地上了。你好歹也照顾照顾我这个粉丝的感受嘛，黑沙老师。你看人江山就是典型的反面例子。
这好好的节目说不搞就不搞了，一点都不照顾粉丝的感受。嗯，你很了解江山吗？你是江山工作室的，跟你合作多少要做点背调嘛。脚踏两条船还想让我录音，做梦。你多大人了，黑沙至于吗？这是怎么了？别提了，下午约会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奇葩男，气得我法令纹都要出了。哎，你找我啥事儿啊？正事儿，上次跟你说过那个，我想请你来我们公司做原画师。姐，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想上班，做直播多好呀，弹性收入，自由。瑶瑶，你眼光要看长远一点，咱们公司马上就要接到大项目了，前途一片光明。我不是不想答应你，我是想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哎呀，我真的就缺你一个呀，我们全公司的人都很想让你来。姐，你变了。以前上学的时候，你可是高高在上的女神。什么女神不女神的呀？那些都是虚的。养活公司，养活自己，再接个大项目，这些才是真实的。不说这个了。看点感兴趣的啊！我们公司合伙人，富二代啊，海归精英，1.85米，人长得又帅，你不来过过招？富二代都是入门款的，和这种人过招没意思。他不是典型的富二代呀，他不仅有钱，而且还有商业头脑。我们公司很多大项目都是他接的，你要来的话，事业爱情双丰收，一举好几得。有点兴趣哈、啊，嗯，继续说。哎，还有没有别的照片？该说的吧都说了，你就好好想想。没了，买单啊！哎，说走就走啊？这么骨气？最后一趴，一鼓作气。自从我的节目调整到深夜时间，大家的生物钟似乎也随之延后了，所以我会在粉丝群里发起投票，如果超过半数的人同意将时间提早一个小时，我会考虑调整的。呦呦呦，之后我会抽取粉丝发送晚安音频。我投票提早一小时。请通过正规渠道投票。破小孩儿。忙碌的一天结束啦，祝你做个好梦，晚安。忙碌的一天结束啦，祝你做个好梦，晚安。忙碌的一天结束啦，祝你做个好梦，晚安。